电视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新婚一样自然人生，欢迎收看由京东快递商家康宝来独家冠名播出《全明星赛季互动节目》年亮秀，我们在这里再一次欢迎现场和电视机前所有朋友的光临，欢迎大家！最近这个变化比较多啊，我们掌声先欢迎刘雨昕、连连、杨迪、马雪阳，掌声欢迎他们。有没有感觉到气质有所变化？首先欢迎一下我们主场战队的新队花刘雨昕，哎呦，雨昕跟大家打个招呼。你好，雨昕。哎，我是新队花刘雨昕。哎呀，真的，欧哥，刘雨昕今天呢、啊，特意穿了这个，像个人样，像个人样。说到这个，我特别不开心，啊、你知道吗？你又不开心了？你又不爽？因为我被导演组骗了。他跟我说，这次跟我搭档的是花美男子。花是我，美是雪阳。他就是个男的，就这样硬凑凑成花美男，主要是美，这凭什么是花？我是眼花。OK， 哎，其实有点道理，为什么导演没有完全骗到雨昕？因为今天的客队绝对是花样美男喽。第一次来年代秀，对不对？对，第一次来。但是就单枪匹马的来吗？当然不会。哎，我有跟我的朋友一起来，然后他们也是年代秀的，也是老熟人、老朋友了。对，我们把他的援兵一起请上场，掌声有请出场，欢迎左立、李珊、马来喜高。有请花美男子团入座自己。哎，小白是老朋友了，对不对？你告诉我们，你们四个人组团的理由是为什么呢？我们都挺好的，我们之间关系都很好，都是好朋友来的。对对对，所以我们就一起来了。特别要告诉大家，我们深圳卫视一档新节目是《英菲尼迪极速前进》啊，录制小白参加了，感觉怎么样？我说实话，这个感觉真的很爽，就是那些项目，我就说一点其他的，就是有一个池子有1000米长，然后下面全是蚯蚓，你要脱了鞋子从上面走过去。你的搭档是关晓彤，是不是？对对对。哎，所以你最后比赛结果怎么样？哦，那就要锁定深圳卫视每周五晚9:08，哎，极速前进，10月17号开始，每周五晚9:08，锁定深圳卫视全明星环球竞速真人秀《英菲尼迪极速前进》。左大爷在忙什么呢？左大爷其实有一次我们电话说你要开一个烛光读书会，所以进行的如何呢？就直接去吃火锅了，就读书不需要读书
了。对，我觉得我们用心灵交流，对吧？ OK OK， 就吃的时候就从那些个什么毛肚里边直接就进行交流。对对对，了解了解。菲儿呢？菲儿在忙什么？浩宇少年，我跟菲儿姐，她一直牵着我不让我跑丢。欧哥，你知道吗？花花丢了有人捡，像我们俩这样的丢了就丢了。什么事搞一个美女与野兽？我没想到。花儿两边都有，这边是美少年队，这边是野兽队。不要因为我们影响到了别人。对，好吧，都是好友聚在一起，一定也会心有灵犀一点通。来，一起迎接今天的挑战。那告诉电视机朋友，赶紧根据我们屏幕下方的各种方式来免费的下载我们深圳卫视官方客户端秀吧，和现场的嘉宾来同步答题，一起进入今天的年代秀 Give me five。 好，欢迎收看由体重管理专家康宝来独家冠名播出的全明星代际互动节目年代秀。本节目是由你本来就很美自然堂特约播出。今天我们有一个主题叫做无乐不作。放眼一扫，今天大多数是音乐的圈中人士，是不是？哎，都是做音乐的吧？对啊，都是音乐人。对啊，你什么事？我说的是大多数哈。你会什么歌？我们都和音乐沾边呀。你有音乐沾边吗？都听过歌吗？你沾一边？都听过歌，都听过歌。我刚开始演的那些节目都是假唱大量音乐人的作品嘛。对，欧哥叫吴总。美丽欢，很棒。还有没有 Michael 那个歌曲？哎，这个客队有没有？有一首周杰伦的歌。周杰伦的歌。你的目光柔弱中带伤，我离开你太久了。挺好，挺好，挺好。还有，我记得以前有一个非常恋家的一首歌，叫《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来了，家里盘着两条龙。这个也好，这个有。我们来唱一个董小姐，好吧？董小姐，来，罗大爷的歌，你知道董小姐有唱串吗？嗯，这董小姐能唱，不让你来吧，你。停。告诉我歌曲名字叫什么？请问题目来了，两队啊，请问这首歌为什么它会取名叫做我在那一角落患过伤风？ A 中国翻译的名字， B 是因为曲作者他就是在患伤风的时候做的曲子， C 是作为小说的配乐，从小说中直接取意得来的。三二一，开始。我眼看着他们就在那边滋滋是吧，后面这边够 AA。 太你赢了，你要不然那边挤一挤让他过去吧。哎，不能我觉得真的有点靠谱，就是 A 中国翻译过来的名字往往特别的奇怪哦，真的我觉得有点像 A， 就像神偷奶爸他翻译过来是卑鄙的我，但他就是不能用卑鄙，他就是要用神偷。但是你们大多数人的意见是 C 吧？那就选 C。 C， 哦呦，很凑合。正确答案到底是哪一个？就 C， 两边各加五分。耶，可惜这个没有 D 答。既然说到吴子哥，有人在海选的时候第一趴上去，那得需要什么样的勇气？往往他海选的时候唱的歌，但是你唱歌其实不那么老实啊，我是说你的那种状态，那种他唱歌的时候都有好朋友揭秘一下他有什么样的标准的动作吗？他的特色立刻来一个吧。来现场模仿，来我们来看一看小白和左立他们唱我就是我的吗？我就是我。Carry my love, you carry my。这些动作是 Lady Gaga 原来没有的，是他的动作。他没有这样，我绝对没有这样。你这样，为了以正视听，来花花，你来给他模仿一下。我模仿我自己，模仿你自己。
我唱歌唱投入之后，我会抽搐。哎，我们可以一起抽。我们平时就欠抽啊。哎，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音乐给到一下？我只是我，如果散落的尘埃。我没看到抽搐，刚才那是抽吗？算是吧。啊，对，我唱歌喜欢这样，对啊，喜欢扔往后面扔东西那个。花花告诉我们，那就作为好友，他们俩唱歌，你能模仿一下他们吗？大爷，大爷的比好模仿，大爷，大爷唱歌没有什么动作，他就只用十个都把头抬起来，鼻孔放大，太狠了这个。回去私聊，私聊。OK， 来，左立，那我来，我比较喜欢罗大佑老师。好。乌溜溜的黑眼珠，笑脸。怎么也能忘记你容颜的转变。哇，小白呢？小白呢？小白的鼻孔比较大。彼此都好了解啊。好吧，来掌声送给三位，谢谢谢谢谢谢。说到招牌的表情，招牌的动作，我们要请我们的助理分别来模仿一下你心目当中非常有印象的、非常具有这种标志性的这些大牌的歌星演员的动作。好，来掌声有请助理。谁先来？谁先头？这样吧，这样吧，滴滴我先来一个那个就是民歌范儿的好不好？民歌范儿，对，民歌范儿的，但是我需要两个伴舞，伴舞，伴舞，民歌的那种，就是杨可以了，擅长，对了，对了，好吧，那我唱一句好了，开始。山歌好比春江水，这边潮来。那边河，哎，那边河。这样，我们这主场战队啊，是已经模仿完了，一个唱歌的，三个舞蹈演员。好敷衍啊！来，换一位，雪阳，雪阳，雪阳可以。我们两个先不说名字啊，不说名字。我模仿的是李宇春。喂，开始来。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我的野心为了你开，我的眉毛为了你画，从来不是为了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让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沈阳好棒，这是我们主队的最高水平了吧。对对对，来掌声送给我们的主队啊。谢谢我们的主队的嘉宾，他们其实还都是有非常厉害的招牌的动作。我明白，你看雪阳，哎，有没有？你做啥呀？你没有，这是在卡拉永远 OK 的时候。不是雪阳啊，你可不是在卡拉 OK， 你是在哪个环节？你随时随地，你回到那一年，给年代全都是。哦哥，我要跟你说，这还好了。对，而且刚刚雪阳和我说话，他说：“哎，等一下，我想一想。”没想事情是这样的吗？没有啦，跟花花学的。刚才说了有一位前辈老师的照片，哎，那是有题目的，我们先来领略一下这个老师的表演的风采，也来看看。在舞台演唱时，双手该怎么放是一门学问。初登舞台的人双手不知如何摆放，而表演经验丰富的艺术家则会用手势传达情感。我国歌唱家李谷一老师就是一位善用手势的大师。在1983年的春晚上，李谷一老师演唱了7首歌曲，一共使用了27个手势。
众多的手势随着歌曲的感情和意境自然的变换，一招一式无不具有舞蹈的韵律，无不具有东方文化的神韵，叫人心生赞叹。好了，请问在李谷一演唱《年轻的朋友》这首歌的时候，他使用了以下哪一个手势？来看，是 A 双手结十字，有点像啊，有点像。年轻的朋友，为什么幻想痴心的生活是我们B 兰花指，手一高一低。不朽的期望，足够多海涨，在我们心中，看见了无限的爱。C 双手打开，朝前张开。秒答题，倒计时开始。哪一把呀？是哪一把呀？合起来的吧。OK， 哎，为什么各队选 A？ 感觉，感觉就是他唱这个歌的动作跟他的音乐的比较符合。对，啊，动作跟音乐的这个节奏旋律比较符合。他的意思是年轻的朋友一定要拉拉手。请问这边选 C 的理由？你讲理由。先听我是根据歌词，他歌词大概意思是什么？年轻的朋友要相会，就这边一个朋友，这边一个朋友来，就有一种，所以来嘛，最后一直来来来。根据歌词的意境相会的，我就来。标准答案到底是哪个？来，回到一下。华晨宇释放天性，阿拉蕾演不及。和哪个颜色组成的呀？黄俊斌男子。好友同台，马上要来一次锁定。就算你没懂什么，真实的情况是，姚明是在以下哪一个场合露出了这个笑容 ？A 在，因为我看 NBA， 然后我知道是阿泰斯特，现在叫慈视频，对，慈视频，对。然后跟他在一起做新闻发布会的时候，他就一笑，哈哈哈，就好了。因为什么笑不知道？他讲个笑话，但我不记得是什么笑话了，你可以去百度一下。来吧，正确答案到底是哪一个？在新闻发布会上，因为阿泰斯特可以大方调侃自己曾与观众起冲突、被啤酒瓶砸的事情而感到十分有趣，因此咧嘴大笑，留下了这个万用表情。正确答案 B， 两队都拿五分。好了，哎，说到这个万用表情啊，本栏目年代秀也专门准备了。哈哈，弟弟，小眼睛太可爱。谁呀？这么可爱！哎，知道，阿姨真好。你这张表情是在什么发布会上？对那边的欢呼声一大，我就。关键是那么小的缝里面，你还分得清眼那个眼白、眼黑。OK， 哎，说到这个微博，你们平时这个聊天，比如说微信啊、QQ 啊，你们会用什么表情？就那个小白呢、花花，你们呢？我们有个快男群，然后里面都喜欢用一些 GIF 动图的表情。动的，啊，动的。动作表情，我喜欢发一个菜刀的表情。他老爱砍人，谁不答应他他就砍。我就在群里面发菜刀，谁要去吃饭没有人去，我要砍。我也喜欢发的一坨一坨那个热乎乎的。好了，那既然说到这个万用表情，就是为大家来一场叫做表情的模仿比拼啊。游戏规则，每队一个排三名队员进行经典人物表情模仿，参赛队员必须在30秒倒计时结束前回到模仿窗口进行模仿，模仿相似度高的即可获得五分。各队模仿的人物是：白举纲模仿网络小胖，李菲尔模仿 Grace， 华晨宇模仿阿拉蕾。准备好了吗？计时开始，3、2、1，开始。拉帘子。
模仿小胖。哎，有点这个意思。好，第二位花花阿拉蕾。好，第三个菲儿模仿的是 Grace。我说不了话。不要不要说人家不漂亮，这样不礼貌。OK， 好，哎，怎么样？感觉如何？谢谢。OK， 基于现场的反应，现在我宣布，客队拿到五分，主队也拿到五分。好，掌声送给我们的嘉宾，好不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了，我们说到演员和歌手在舞台上一定要这个，如果表现精彩的话，除了自己必须有实力，其实还有非常厉害的一个原因啊，那就是要有黄金搭档。你的各自的最好的合作搭档都会有谁呢？花花，我有跟很多人合作过，我们三个人就有合作过，我小白、左立，我们有一次在演唱会上面就我们三个人就合作过一首歌，对，然后但是我跟左大爷合作最多。他就上我演唱会上就跟我合作，然后有帮我弹吉他，有帮我唱，对，包括年代秀的后面有乐队老师，有一个吉他手，吉他老师熊林，他就是我演唱会的吉他手。吉他手，哦，真的，合作合作，这也在这。所以这种所谓的黄金搭档在舞台上非常有默契的伙伴，真叫做可遇不可求也。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到花花跟左立一块来合作的枕边故事。来，有请两位。
说声晚安。好好听啊，掌声送给花花和左立，都是很厉害的歌手哈，音乐人。有没有可能包括雪阳哈，我们来试着他弹奏一下好不好？可以啊，来试一下，来试一下，来试一下。花花、小白、左立、雪阳，你们各自挑各自的乐器。OK， 开始啊。意境啊，由这种悠远、宁静的感觉，慢慢的趋于激烈、火热啊。开始，三、二、一，开始。两位音乐家给点评一下，感觉怎么样？节奏很好，节奏感很好。对对对。哎，让你想到了什么呢？这样的音乐，想到了什么？想到了我们就不该来。来来来来，掌声先送给我们的啊，献给花花。谢谢。来，给杨左立，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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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谢谢王梦莹，谢谢施蕾，哎，带给我们的这个这么棒的这种音乐体验。好，继续我们的节目。其实我们会看到，不管是我们主队。当然更是客队，你会发现哇哦好年轻，很多人会很羡慕，对不对？哇哦一下子就成名非常早，但是也会有很大的压力，这样的压力带给你们会有什么反应呢？比如说我听说花花你会有一点点人群密集恐惧症啊。对，我会有点怕人太多的地方。那你往后看一下，那你回头看一眼。我现在就跑，没有，我现在已经适应了，已经适应了。对，就是原来没有，我只有在刚开始第一次亮相在电视荧幕面前、亮相在观众面前的时候是有压力的、对，也就意味着有全国很多人就已经看到你了，知道有华晨宇这么一个人。对，然后就意味着会有很多人爱你。嗯哼，我的压力是因为有很多人喜欢我，我会有压力。对、我不喜欢被，我那个时候不喜欢被太多人关注，就关注。那个时候中途还想退赛呢。啊，对，就是说回报不了他们。对，就是觉得回报不了。就是我只有刚开始的时候有，我在比赛的时候有时候会看那个微博的留言，哇，他们那个留言真的是太温暖了，就是看了之后会觉得特别温暖，然后就会，心里面就会很温暖，但是也很感动，也会很难受。你是说他们的留言吗？对，关于歌迷，我回报他们的方式就是，我觉得我每天在舞台上面把我自己最好的状态，就是最自由的状态，应该对是自由，就是，没有拘束的一个状态呈现给大家的时候，我是开心的，那他们也就开心了。就是说压力实在大的受不了的时候，做过什么特别疯狂的事情有没有？疯狂的事情啊，对，我吃肉，吃饭睡觉，多吃点，不停的吃，不停的，因为我有时候会，就是有时候会有不开心的时候，比如说被小伙伴被淘汰了，我就会不开心，然后工作人员就知道我会不开心，他们帮我的方法就是让我第二天不用早起，然后给我准备点好吃的，我就心情就好一点了。小白呢？我觉得自己抗压力挺厉害的。哦，真的吗？就是或许有些时候会，靠体力运动吧，然后还有就是，
我弹钢琴不太好，我就使劲儿弹，然后弹吉他也就乱弹，往风里弹死里弹，就那种，就弹久了运动多了。没有，我跟在录节目的时候跟他聊过天，我觉得他特别可爱一点，他不觉得自己是一个万人瞩目的明星，对、哦、他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正在路上的一个人、所以他会脑子里会没有那些压力，心态会调整的好，对，就觉得他很可爱。其实每一次都会看到你有成长的地方，就觉得哦不一样，包括这次感觉我就觉得特别苍，不是苍苍，特别成熟。有的人直接受压力，比如说刘雨昕，就这么巧哈、啊，你是说你是乌贼吗？就你穿谁的衣服，谁就被干掉。坐在我们这队，我们会输吗？今天不会，不会。什么？太过分，好不好？其实是世界杯期间。对呀、啊。对，因为其实我穿哪个队的球衣是网友投票来选择的，然后大家选择的那个队肯定是强队。因为心目当中的这个强队嘛，今年世界杯的这个赛程太冷门了，基本上都是强队先撤，对，所以就是上面会突然一下觉得啊，为什么那么多人然后来说这个事情，然后就会让我压力有一点点大。我看到过你在节目里哭，但是你在私底下哭吗？就是因为这种微博啊、网友啊这种对你的这种压力，你有哭吗？节目里面哭，其实是因为意大利出局的那一次受那个情绪的感染。但是就是看到一些，比如说评论或者怎么样的话，我在家里有哭过，哭得哇啦哇啦的。真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被人这么说过，而且我会觉得，我为什么大家要这么说我呢？我不过就穿了一件球衣吗？然后我做了什么？然后后来我朋友给我就是来安慰我嘛，他们说你穿的是球衣，别人输的是工资。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我觉得作为女艺人就是要比男艺人要承担更多的一些压力，因为我应该算是很幸运，然后一出道就跟很多偶像男艺人合作，所以每一次就承担了很多让我觉得一开始很莫名其妙，或者说对，真的是有一段我有大概3年多的时间没有办法再做艺人。哦，真的？因为他们上面的谩骂声是让你想象不到的难听，然后对，而且对男艺人，就有的时候他会这样，冲了，没关系，哎，不是，他谁呀？可对，这个肯定知道。请听题：剪刀手 Edward 为他心仪的女孩雕刻了一个天使还是爱心？请回答。天使。3、2、1，天使吧。天使，确定是天使，不是爱心啊，天使。OK， 请看 VCR。好漂亮哦！客队加上5分。最后这道题目，这个图片，这个内容好像跟客队多少还有点关系。来，那完了，都没有关系的。请看题。这有什么关系啊？请听题：艾斯梅拉达跳舞的时候，她旁边站的是一个小羊还是一只小狗？羊。小羊。羊。确定吗？确定。请看 VCR。客队再加5分，居然有这种问题？那怎样？怎么不问后面几个人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到目前为止的主客两队的得分情况到底是怎样。来看一看。好的。怎么会 ？OK， 暂时保持领先的是主场战队。
有请双方队员入场。是爬在那上面像猴一样的兄弟俩，但是非常厉害，所以最终的获胜者是客场战队。这样的话，我们的客队将会因此因为这一番的比赛的胜利加到几分？十分。十分，他说加十分呢。好，最后一个最紧张激烈的环节，卡拉永远 OK。 好，欢迎继续收看由营养体重管理专家康宝来独家冠名播出的全明星代际互动节目年代秀。本节目是由营养好喝安全的旺仔牛奶以及你本来就很美的自然堂联合特约播出。同时我们感谢本节目的战略合作伙伴九九九全家庭系列用药之九九九感冒灵对我们的大力的支持。卡拉永远 OK， 来，首先看到第一首歌曲的 MV。杨迪，特别生气，为什么？问谁会啊这个？什么歌？招牌动作嘛。这是属于我的招牌动作。Hey, come on, everybody， 后面是什么 ？Hey, come on, everybody， 这是属于我的招牌动作。确定了哈？确定，我只知道这个。对，还是不对？喷吧，喷吧。给你力量。
谁抢答？马雪阳抢答，对，请回答。他的目光会被你掌握。确定了吗？改吗？对，不改，不改了哈，不改，确定哈？对，还是不对？又帅，摆 pose， 沈阳。完了完了完了！组队加上五分，打平了。完了。小白很期待的目光。没有，再来一个招牌动作。没有没有。OK， 一定要我会这首歌，反正我是不是太熟。来，请看 MV。知道了，只要你唱出来，唱出来，唱出来，只要你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来来，小白，只要你能，哎，要不你们上来吧，只要你能听到我，看到我。我去！别！我们不玩了！我们先再考试，来，我已经备注了。OK， 你们可以不用唱。好，来。只要你能听到我，看到我的全心全意。你不说你背下来了？你也没背下来。没有他坏，他就这我。哎，关键的问题有的吗？有。有我的全心全意，你确定吗？确定。对，还是不对？哎呀，哎呀。客队加上五分。大家都穿得特别好，又反超了。马雪阳很阴险地冲我笑一笑。来，下一首歌曲，请看大屏幕。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你们先都别唱了，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孤独的沙漠里一样盛放的赤裸裸。等会儿，我永远都爱这样。下一个，你继续。还有吗？快乐，他都把下一期的给唱出来了。来，接前面了。我喜欢我，我喜欢我，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孤独的沙漠里。一样盛放的赤裸裸。还有人配二声部，好听，对吗？对。哎呀，知道对了。哎、这喊的，都知道对了。我喜欢我，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沙漠里依然盛放的赤裸裸。客队再加五分。
来看一看下一首歌《花落谁家》，来看大屏幕。我也是花花的好朋友，你们干嘛？你们是想让我上厕所是吗？这么标准的答案，他已经发了。OK， 确定吗？什么叫确定吗？OK， 来，最后的时间，随便说几个字。哎呀，风搜索梦话，像昨天。好，这个口音一听就知道是在广东和东北当中的地方，口音怪怪。你共我，对，还是不对。你干嘛这么嫌弃我？你对着对着，脸对着，哎呀，都是主场战队的。好吧，来，没关系，看看最后那首歌曲，请看 MV。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哎，雨熙，雨熙，要我不告诉，这首歌一定唱好。你注意前面歌词，如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把妈唱好，要不他爸会急眼。这不是那个吗？我心中在唱的一首歌，每星期五晚七点半。人家会唱，我人家会唱，不会啊。来，来，第二段了，第二段了。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后面一句。每天傍晚醒。唱错没有问题，我替你喷。哎呀，我的天！你知道我在哪？不可以，不可以。不是在说他的脸，他的脸不用瞄准。真的不会啊！我真的不会，歌文啊！啊，不是都被同一首歌。要想答题的，回头马上抢，三、二、一，啊！祖大爷先举手的，没错，没错。谁回答？哎呀，呛着了！又，雪阳又一次抢到稻草机会，请回答。可以吧，会吧，会，那就好。还是够阴险。又怎会让我花的手在风中颤抖？我怎么能怪怪的了？握着花的手。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妈，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不对，好吧，念听词吧，听词吧。又怎会让我花的手在风中颤抖？对，还是不对？五分，耶！没办法，谁让雪阳是创作型歌手呢？对啊，对 ，OK， 那就可以自己来，来唱的。到目前为止，两队得分情况，请看大屏幕。打成平手，比赛进入 PK 状态。PK 是什么呀？惨。PK 歌曲。同样，它前面会放，突然停止的时候，我只看哪一个队哪一位手举得快，
就来回答，答对了本场冠军就是你们队，答错了你们的对手不战而胜。好，来最后一首 PK 歌曲，请看。浮浮沉沉往事浮上来，回忆回来你已不在，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茫茫人海狂风暴雨。小白，上一句是一波还未平息，这个就不能告诉了啊！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茫茫人海，狂风暴雨。上一句一肯定是对的，一大波降落，一波还来不及，不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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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波早就过去。你放我们一马吧，来，一波还来不及，一波早就过去，怎么跳不对啊？感觉对吗？前面的一个连等会儿，一波还未平息，一波还未过去，一波还未平息，一波还来不及。第一句是一波还来，一波还来不及，一波还未平息。来，最后，我要听最后的结果。三二一，请回答。一波还来不及，一波早就过去。一波还来不及，一波早就过去。等一下，确定哦。一波来不及，一波又来。三、二、一 ，OK。对还是不对？什么什么？我就是举手举得快，我不知道对不对？是啊。一波还来不及，一波早就过去，一生一世如梦初醒。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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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所以本场最终的冠军是客场战队。客场战队的每位嘉宾，他们都将获得由金至尊珠宝提供的钻石一枚和康宝莱提供的营养与体重管理大礼包各一份。好，也请我们的客队的嘉宾从后场的观众当中抽取两位幸运的朋友来看一看。然后给飞儿，让飞儿说，来告诉我们第一位抽中的李艳花。李艳花，对，李艳。那这个叫女生黄雅珊。获得康宝莱健康礼包一份和球队友家庭小药箱各一个，掌声向他们表示祝贺，恭喜你们。那以往花花模仿许文强。